抽这个转蛋。那我知道很多人会问我说，我也知道啊，巴哈已经一堆人哈哈姆特啊，我没有，我很少在看巴哈啦啊，我看哈哈姆特呢，他们说我会在5月26号这天完成冻兵满逼的这个创举。那我只能跟各位讲，我这么欧洲，绝对都是十颗都是爆开不动，什么吕洞宾一只都不会有。我如果这个十抽真的把这个吕洞宾直接 B99， 我就不信王。